我们来海口湖南下海啦！这次我要突破，大家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，依然可爱，跟姐姐里面的歌都不一样。很久没跟李斯还有金晨同台了，这次还有个陈冰姐姐，首位做中文版的 Queen Card， 欢迎欢迎回到我家。哎，这个可以吃吗？哦，巧克力耶！我发现它不仅是这个是巧克力，这个也是。嗯，哦，这个可以吃吗？不会吧？哦，sorry。紧张哦，因为只有两天要把舞蹈学会。哦，谁？是男是女都看不见了。还没全部面膜，就是我们金晨姐姐。然后我听到了一个马桶声音，那个劳逸结合。OK， 那是个 Queen Card， 学会了？当然没有啊！我有你这么厉害吗？不可能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这头发不是做过吗？我这头发不是做这个吗？我要一个小时去学下来，目标目标，快速学完，因为等下都要上台排了。因为 I'm a 老 Queen Card， 今天是不是很准时？今天很准时，没想到他们卡的真的刚刚好。我们三点结束，大家真的在辛苦，还有很多主要排练，他们应该是要熬到天亮。为了这个湖南卫视跨年晚会，大家真的是火力全开，爱你们，希望以后可以每年都来。The next day， 这次我好好介绍念念，念念负责教我的舞蹈动作。刚刚跟我说这次的跨年晚会，他要跳18首歌。今天真的为了我抽空来，就是帮我复习，因为我复习拖累其他姐姐。谢谢念念，谢谢。我觉得前面特别问题，就是后面那边。这腿不用看，这一下手。
three。我们来跨年了。我们今天第一站先来这个热烈试镜。快乐，大家好，新年有赢好吗？好。大家送一个2024的新年祝福，好不好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步步向上，然后大家一起努力追梦吧，不放弃。不再理会，即使飞不后退，绝不气馁。我们为了梦想流的眼泪。活动结束回来继续改装，没有 bling bling 噔噔，开始粘珠珠了，呜呼，粘完粘完了，哇哦，人生第一次这么长头发，然后这么的女团， oh my god， 我习惯一下，这样子应该是18岁，对，那么 queen card，queen card，I'm her，my blue and blue is her，spotlight，not bar，I'm star，nice。健康，命运，好快！在新的一年，真的希望大家心想事成，包含我自己，我的小目标，我要努力加油，一年一年只会更好。